華仔咧，今次監製嘅電影咧就係做大反派喎，係咪想演呢一類嘅角色好耐啦？因為有正派啦嘛，咁又有卧底啦，咁所以咧我就係今次嘅大反派。咁其實都等呢一個機會幾耐噶，咁今次真係可以純純正正，唔會話哎呀我又為咗啲乜嘢，為咗啲乜嘢，我純粹係一個毒販。嗯，你同家人咧做得幾好噶，幾好噶。同家棟都係相隔咗十年再合作喎，咁大家有冇啲咩改變？呢十年其實佢有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作品啊，大家都會睇到喺佢能夠真係可以掌握到好多唔同類型嘅角色。今次其實今次演出真係一百分。多謝。咁家棟咧，佢俾咗個仔我咯，唔係因為今次嗰個角色係比較難啲嘅，即係情緒複雜啲啊，同埋矛盾好多。即係除咗對朋友啊、對家庭啊、對上司下屬啊，好多好多。咁今次佢嗰個設計個劇本咧，其實係考牌咯，我覺得係嘛？係啊，係考牌，但係好好喎。你本身兩個咁 friend 啦，你見到今次華仔係做監製咧，你覺得有冇啲唔同咧？我第一次嘅啫，因為其實之前監陶姐嘅時候我行過嘅啫嘛，但係今次係真真正正見到落場。咁啊，其實佢嘅要求係頗高嘅，其實即係現場每一個細節啊，佢都有要求。但是我又很開心，因為你遇著一個這麼投入的監製的時候，你才會拍得投入啊，更加開心。那 Eddie 呢？對，所以跟這麼多位影帝一起合作，自己有沒有很大壓力？有很大壓力，到現在還是壓力很大，因為是希望觀眾朋友會喜歡這個電影，但是我還是很幸運的能夠在這個團隊演一個我非常喜歡的角色，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電影。Eddie 會不會一起借票啊？借票？會嗎？我聽華仔哥安排。对，派出嚟嘅票会啊？会，我尽力。但系 Eddie 有冇觉得即系几位影帝咧喺私底下其实有啲不为人知嘅一面啊？即系你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小心的说。不为人知就我就不知道，但是私底下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，然后工作上是非常专业。那这次有没有很难玩的跟他们一起？他们很难相处吗？不会，不是很难玩的地方，很难忘的地方、就是整个过程就很难忘，因为能够在这个团队里面拍摄、这个整个剧组是很难忘的。我们是应该说在拍摄过程很愉快嘛，现在宣传更算是一个开心的状态，所以确实有难忘的经验才会有我们现在这个团队的这个默契去宣传，就这个是很难忘的经验。可是有很惊险的场面吗？对我吗？对，有啊有啊，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有多惊险。有受伤吗？没有。说有会不会大家比较想看？但我的还好，家栋哥比较严重。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很小事。你呢？你是怎么受伤？因为他，我有救他吗？对，那场戏我救他，就我自己不小心了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？记得，我为什么没好像两年前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有多久呢？有多久之前？那你帅了，为什么？对，你长帅了。对，对啊，好，真的。如果他帅了，我受伤也值得。哈哈哈哈哈。今次即系新兼监制啦，对票房方面啊，有冇压力？有噶，有噶，系啦，咁大家多啲嚟支持我哋啊！咁有咩法寶啊？即係可能有法寶嘅咩？有咩法寶可以用啊？你嚟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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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啲多啲。哦，係啊，犀利咁呢排。我派佢個仔嚟見大家借票，你去借票好唔好啊？睇你個福利，我有咩福利睇啊？睇一睇佢啦。你點解叫佢嚟啊？睇啲咩福利啊？我睇下票房先，睇票房。有冇個目標啊？好大壓力嘅，你唔好問呢啲。那 Eddie 為表你的誠意，你說怎麼會怎麼謝票？我都流汗了。對啊，我很緊張啊。對，要什麼？要通常是什麼福利呢？很多的，对啊，收集什么肌肉抓，对了，现在已经到这个样子了。如果我有肌肉，我最近没练，我练一下。咁其实传说中有一场戏咧，系拍咗12晚噶嘛，咁嗰个系咪全套戏最辛苦嘅一幕啊？Ending 嗰度 ，Ending 系 ，Ending 结婚嗰场。哦，马来西亚未冇噶，有冇12日啊？有。有12日，因為有兩日落雨嘛。哦，有兩日落雨。不過
我唔係，我日日晚晚都喺嗰度，我成日都覺得好似得一晚咁樣，拍極都好似唔夠時間咁。中間又有啲人啊，努力得滯又受咗傷，就搞到我哋又拖兩日。其實你講邊個？你講邊個？演員好努力。我講你啊！講你啊！我講你啊！嗰個演員好努力係咪？係冇錯，應該嗰個係盡心盡力咯，所以冇辦法嘅。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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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係唔使，真係唔使，真係唔使啊！唔使加，咁有嘅，唔使加唔少，唔使加唔少，一定得，一定得。今次 Eddie 嚟香港啦，即係琴日就到步啊啊！昨天就到步了，是不是有去了爬山？对啊，所以现在在冒汗。对，对，你有没有纸巾？我也冒了。你不要纸巾吗？没关系，我是没手，没事，我没手。先擦一下，先擦一下，没关系，先擦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大家，不会，因为我帮你拿一下，汗还蛮多的。好好。想约华仔哥爬山吗？对，想约他们两位。华仔哥忙啊，他太忙了。哦，对啊，他我们现在都。你爬其实跑很多城市，对啊，现在有机会。爬山几点钟那么早？我起不来。一定很早起床的啦。我不会，我都还好啊。可是你们会约出去再吃饭啊，跟朋友聚会什么的？我吃素的，他不吃。对，就有机会吧。但平常工作我们就会一起宣传的时候都一起吃饭。嗯。或者就两个演就係啊，七月啊巡迴，希望而家申請緊啊，出年嘅十啱啱入咗紙，十二月咯。我睇下未，唔係啊，未知批唔批㗎。劉飛係啊，係啊，我而家入咗申請，希望佢盡快可以知道。如果出年啊十二月可以跨年就會最理想。紅館嚟嘅，係啊係啊，紅館紅館。都話目標想開幾場，即係睇下有幾多日。咁同埋佢哋而家话要做几日要唞一唞，做几日要唞一唞。系啊系啊，舒服啲咯。系咪噶？系啊，舒服啲嘛。系咩？使唔辛苦啊？唔系一条气落会好啲嘅咩？你如果一条气落，你可以一条气落几多场？我点知啊？你想试几多场？唔知。系。咁系今次即系你套新戏上啦，咁啊，释鸿都系自己好多作品啦，仲有金手指嗰啲。嗯嗯。即系会有啲竞争咁。佢上咗啦嘛，已經好好啦，佢哋咁跟住我哋又好就最好啦。問翻七月係第一站喺邊度？我哋應該第一站上海啊。嗯。